今天大家来见识一下那个一味草药，就叫卷柏啊，然后呢也叫那个九死还魂草啊，就是它的别名很听起来很厉害，九死还魂草。然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啊都有分布啊，就它呢就有那个活血痛经，还有就是化痰止血一些功效。那大多啊用于就是筋痹痛经，还有就是跌打损伤这样的一些症状啊。然后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好好说一下它怎么个就是止血止痰这样的一些功效啊。然后我们现在说一下它的那个收敛止血啊，就是九死还魂草，它辛温，然后辛散温通，然后散瘀定痛啊，用就大多是用于在治吐血、治便血、治尿血，还有跌打损伤，还有崩漏这样的一些各种血症啊。就在古代的时候，就是一旦是被刀伤出血这样一些症状以后呢，大家就觉得必死无疑，然后呢用了用这样的一个九死还魂草啊，涂在那个伤口处以后，那个血很快就会止住，无论是内伤还是外伤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止血效果，所以故有了叫九死还魂草这样的一些别名啊，就是别称啊。然后现在呢再说一下它的一些止咳化痰啊，就是九死还魂草，它味辛微温，然后上乃肺经，就是温肺散寒啊，就是止咳化痰，然后风寒之邪啊，就是数表犯肺啊，肺气失宣，还有就是津液失布啊，出现咳嗽多痰啊，就是痰稀色白，就是还有就是一些鼻塞流鼻涕，还有就是喉咙特别痒，是你说话的时候喉咙特别的痒啊，还有就是头痛发热啊，还有就是恶寒恶风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就是很适合像他这样微温还有就是胃辛，这样就能够调节像我刚才说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啊，就止咳化痰呢，就这个药品能治疗这方面的一些功效啊，所以说就可以选用就是这个九死还魂草来作为止咳化痰的一些作用啊。然后现在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它的那个破血散瘀。然后它怎么个破血散瘀呢？就是还是说它的那个胃辛啊，然后性平微温，然后辛散温通嘛，所以就是在行气破血，还有就是散瘀定痛，还有就是腹痛，还有闭经这样一些症状，它是可以能够起到疏通的一些作用啊，所以呢它就说破血散瘀。然后呢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他是因为肚子拉得特别厉害啊，然后就是已经达到那种肠红脱肛这样的一些症状，就是说是你拉出来的大便呢它会带血，然后拉到脱肛为止啊，所以说后面我就介绍他用了这个就九死还魂草，后面就治的比较好啊，就是后面很用了几天就会好了。然后就说他的那个活血通经呢，就是说这个卷柏啊，就是九死还魂草呢，它可以活血止血啊，止咳化痰，通经活络。在那个《本草求真》里面，《本草求真》里面他说就是卷柏啊，其质有分生熟啊，生则微寒，力能破血通经啊，故治症就是狭淋结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窘则心温啊，能止血，然后固治肠红脱肛这样的症状啊。我就是看了那个《本草求真》以后，才用来跟他说，这个可以就治理就是那个粪便呢带了血，然后面可以治脱肛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呢，就但是要记住啊，就是很多东西啊，像特别是像这样的九死还魂草。它固能止血，止血化痰，但是记住
在其他症状上，像特别它是在它是比较新啊，还有就是微温这样的一些症状下呢，你要得了那个内热发烧过度，所以说啊，你得了热感或者是内热，因为热感引起的那个高烧呢，就不适合用这样的九死黄昏草啊。然后本期啊，我们讲了大概是这样这么多，因为有一些它更大的功效我不好说，怕你们大家会乱用啊。然后呢，这期讲的是九死黄昏草，也叫卷柏啊。那我们下期再见。